我来对号好、哦、来所有人对号记啊！啊，这就是这个平常时啊录音的所在吼、哦、啊，头前遐出去遐，对遐出去便所便作过遐餐厅吼、哦。咱即马，我大家休困一下吼、哦，休困一下。我老三录一了节目咧哦，哈、啊、哈！安、啊、尼、啊、除了做节目以外，还阁兼做旅行社都对啦吼。呵、哦，无、啊、啦，你唔通来报名咧。哈哈,哈哈！啊，今日要甲大家讲就是讲，咱的人生实在是闹一个好嘅导游咧，带路。 吼、哦！你即个即摆出去旅行完全无共款，去同一个所在哦。你若对无共款的旅行团，去品质是会差有够侪啦。我相信这大家拢有经验。若有觉个好导游吼，你甲你带的时阵吼，吼、哦，你感觉讲伊那会捌遮侪啦？啊，从即个历史啦，从即个背景，从即个带恁来遮看安尼，拢总互你了解。因為你也知影吼？若无人甲咱解说吼，咱去迄个所在，坐车坐到要死去呢。 迄时阵坐飞机坐甲要死去，啊！到当地再去坐车，坐车去到遐时阵，摄一个相、买一个物件，行上车过来下一个点，迄真正叫做真笑诶！吼、哦。所以若一个真正好诶一个旅行团，一定会安排一个足好诶一个导游吼，伊、哦、会甲你介绍，先来咱来遮啊，再讲什物故事，讲什么物物件，你有听到这故事，你毋是会感动？当你徛伫遮时，阵。 看到今日个这块土地，几十年前、几百年前，冇发生过什么大事，你心中你会感动嘛？哦，啊，所以你会感觉讲，哇，安、啊、尼真趣味。哦，你唔只要知影讲，你即马在家来创啥，你是看到啥？那如果冇一个好的导游嚟给你介绍，你可能讲见看嘛，即风景啊，全世界风景嘛差不多，唔是山就是水都安尼尔嘛？哦，所以一个所在相当好耍，因为一个专业的导游，伊会给你解说。 伊会甲你讲，为甚物即个所在诚做一个旅游的点啊？好比讲啦，你若讲来阮圣地迄个吼，我即卖是圣地那个咧住，吼，阮圣地迄个你若我带你去吼，我一定带你去看航空母舰啊！伊为讲若看风景、水公园、啥物嘿，嘿拢我感觉嘿全世界拢差不多啦。诶，但是吼，诶、欸，你也来看，阮还要一架航空母舰，迄架是较早拍拍过战争诶，吼，迄架船发生过啥物代志？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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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还有足者故事通讲，迄只船爬起来吼，会当看规工诶。因为每一只飞龙机，吼、喔，伊每一个部分，伊拢有伊诶故事伫遐。啊，所以你若要听这故事诶时，阵，你着受到感动。喔、你又感觉讲哦、喔，看着一类伫古早、战争诶年代，迄五千个人伫一只船顶，一个出来两个啦，哥哥，哎，拢少年啊，吼啊伫船顶诶时阵吼、喔，你看一只船遮大只。 啊，爱有洗衫，爱有看喙齿的，啊有万年也有需要，爱有手术的，哦，啊啊，佫有敢若都帮到过来的，啊，足复杂诶，就对啦吼，啊、哦，你就看着讲，哦，原来即个战争吼、哦、是遮尼爱复杂，一电少年那边坐去到其他诶所在战争，用即个船去载过路程中，伊要食啥物，穿啥物，用啥，吼、哦，落个收个一大堆啦，所以你一日看船，你感觉有趣味啊？ 啊，无你成立掉，要提十几点钟，可能去坐去到美国，甘来去佚佗一下，佮倒来，你就不如咱遮六六福村算一下就好啊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吼，咱今日甲大家讲讲，人生吼是甚物人咧甲你带路是真要紧。平平大家拢来说，世你行一撮，平平大家拢食差不多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，但是你即个人生的即条路，你到底想家己咧创啥无？差著些。 所以今日来讲个、就是，是上帝才是咱人生上好个一个导游啦。只有圣经甲咱讲，你上来来世间，毋是带你来遮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毋是带你来遮哇，即物件好食，哦，这好耍，啊，著当等去啊，毋是安尼。如果呢，只有是安尼，人生实在足空虚啦。逐刚都食饱，困困饱，食，啊，无用上班安尼尔嘛，哦，无意思嘛。啊，所以啦，有人甲我讲，诶、欸，现代人是啥物？ 现代人咧，食饭困，啊去上班。啊弟吼，弟干阿食饭甲困变上班，所以顶多做弟去较好。啊，现代人叫做会趁钱诶弟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人吼、喔，你人无一个导游甲你解说人生来世间，无人甲你解说这种问题，你活在世间，活孤立，干嘛作神咧啦？你干嘛你干阿干东不感款咧？逐家都不都要去食饭。 啊，食饱去便所，哦，啊，暗时得去困，困起来第二工又起来，啊，又一摆安尼变老，啥、啊、意思？是安尼无意思。但是若有上帝做咱的导游，完全无共款啊。哦，若有上帝咧甲咱带路，完全无共款。因为导游会当伊会知影讲明仔载要创啥，后日要创啥，哦，伊会将未来计划，即、這个导游拢知，所以伊会甲咱引错，哦，所以你会当放先生。 一个好的好个导游，伊会甲你讲：，你放轻松，你对我行着对啊。哦，啊该安怎，该安怎，我拢会甲你讲，安、啊、尼是毋是足好？你会足清楚，知影我即马到底是咧创啥？啊，无像咱第二讲个叫做目目秀啦，个一个去遐遮看遐看，无重点，去拍一人芝麻海螺啊，等下人家人甲你问，逐项都毋知，你都无学着真正个重点。拢，人生就是安尼，逐个拢来世间见一逝。 啊！你诶人生科目一个重点，人生好亲像一个旅游嘛吼。所以咱今日讲嘅书读应端，安怎讲？今日今日教会逐个拢爱来读即个圣经内底诶书读应端，因为书读应端着是咧甲咱讲教会安怎开始，书读应端咧甲咱讲上帝安怎掌管历史嘛。今仔日全世界各地,地方佫较偏僻诶所在，嘛拢有教会。啊，这到底安怎发生诶啦？ 小人讲一个信仰会当传到全世界，无共语言、无共文化诶人，拢会当接收。诶、欸，迄无共文化诶人思想差足些呢？咱诶想法甲外国人想法差足些、差足些呢？啊，小人会当信讲一个神，阿、啊、毋是足奇妙诶吗？哦，这神则做会到。所以即个故事就写伫速度型端,端》。所以连即个福音要安怎传？诶、欸。 人数道云端拢有咧讲，虽然最近即几集在咧讲，讲迄阵一众人咧祈祷，祈祷了讲啊，到底咱即物过来要安怎？上帝甲因感动咧，哦，上帝甲若导游咁款甲错路啦，上帝感动讲，恁着派保罗、甲班拉巴派因两个人去传福伊哦，诶、欸，上帝有指定咧，指定讲啥物人、啥物人要创啥，拢有咧分配咧，咱今要读诶，是咧讲。 这个人，死道、喔，因在团论面顺，现在根本讲得讲得清清楚哦，讲因和圣灵切遣切派，上帝派。过来呢，因和圣灵来跟感动因差，所以呢，因就坐船哦，坐去到上帝要按去的所在，哦，那叫做居比路，哦，那当时的一个地名。啊，所以上帝跟因差，所以当然读到这阵，你会感觉足遗憾。 上帝不但讲知影派什么人，上帝还会甲因讲派去倒位，上帝拢会因撮。所以咱人个一生吼，你若相信有上帝，哦，上帝甲你带咯，你个人生较轻松。若无上帝靠咱家己，逐项你都毋捌，尤其你若去参加即个会议未通，你真正毋知影要安怎。我咧像像我咱英文小可会讲吼，咱就好打，安尼甲朋友去去甲加拿大。 结果去加拿大法，发讲那边哦，足多人哦，无在英文的啦，因拢讲法国话啦、法,啦說法语啦、讲法语啦，我单词差嘛，完全听无啦，迄真正叫做啊听累啦。哦、你着跟我讲，即个阵一个好导游实在真重要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今日甲大家来分享，你的人生够唔有一个好导游在甲你引错咧？下这里等下了后继续再来谈。 欢迎登来老神明节目。来，今日甲大家来讲下讲，上帝甲咱岔路啦。啊，这个是是四道新端，你讲个重点咧？教会要传到全世界，哎，这中间若出一个差错，会失败呢。所以上帝来甲咱带领无？当然爱，一定爱。所以咱这几集读嘅，拢是千条经嘅经文，讲上帝会感动，讲派什么人去？上帝甲伊讲路线，哦。 行对车道边，这样平安怎行？上帝给因岔路啦，所以今日经文讲，上帝给因感动，因就坐船吼往迄个上帝要叫因去的迄个城市啦。咱讲冥冥之中，上帝拢在引错。我一个好朋友，特别个熟识朋友，我问讲，哎，阿你怎？那会来信来说，吼伊讲啊，讲、哦啊、到这都真正好笑啊，伊讲因伊大黑的时阵。 因朋友较少啦，就讲诶、欸，你要参加夏令营无？伊就是参加救国团诶夏令营啦，吼、哦。伊讲我好啊？伊讲我今次也过去咧，我交三百箍吼，交三百箍去参加夏令营。迄朋友嘛讲，其实用怪用骗你看嘞吼，也无讲是教会啦，啊阁无甲伊讲迄种教会是属于较激烈诶迄种教会啊。伊去也是发现我、哦、奇怪，因讲话我那拢听无吼。一奇怪，甲我,我是报我是。 敢毋是咧报即个咱讲国语诶，说阿哪会拢因咧讲诶语言嘛？毋是英语，毋知啥物话。啊，伊落尾较知影，哦，因为迄个是古早诶时阵吼，有一个总牌叫做神雕会，啊，神招会，按先强调讲好，哎，祈祷吼，拢爱讲方言，啊，讲听无诶话。伊根本都抑未信，俩伊去参加夏令营，祈祷时阵讲奇怪，逐个嘀嘀嘟嘟拢安尼咧讲啥，我拢听无啦。即嘛到底啥物情形啦？即到底啥物夏令营？伊讲伊真正傻无咧莫名其妙。 啊！去参加一个夏令营，交三百块，但是到第三天的时阵，伊竟然讲我要信耶稣了。听到第三天，伊讲世间有介好的代志啊！原来我来到世间是神给他带来哦，原来是神创造我哦。所以参加去三天我简单讲啦，迄个定义是教会人敢若导游共款哦，佮伊解释什么叫做人生。伊一日听的时阵，伊家讲达不输啊！我听到第三天吼。 我不但讲我要信耶稣，我讲，吼、哦，即个有够好啦，即种人生唔再有意义啦，我要来传扬福音啦。所以第三讲讲我要信耶稣，第且我要做无师，为知啊？诶、欸，伊决定要信耶稣存，伊也决定讲伊要做无牧师啦。是安怎？上帝会甲伊感动，是上帝会甲伊感动啦。哦，你个要边哪讲？啊，阮另外一个嘛是做无牧的啦。啊，伊讲吼，因兜吼。 是咧开新坛，你知无？哎，有够厉害呢！吼伊讲因母啊，着是迄个新坛内底诶负责人。伊讲因兜迄叫做神佛满天飞啦，你知无？迄有拜一仙年啦，敬神啦、佛佛啦，什物吼？迄顶刀拢咧飞来飞去的啦。伊讲阮兜神是拜安咧啦，因为伊咧神迄个宗教是啥物神中拜一款咧。哎，所以主持人着看这個、看太济咧。 看起动啦，哦，啊个遮系即信徒去到因兜的时阵吼、哦，新民甲复兴啦、启示啦吼，伊讲我自细汉就看到些啦。讲、哦、即种背景诶人来去信耶稣，即足困难诶嘛吼。哎、哦，但是真奇怪，哎、欸，伊落尾出来读册的时阵，有一个朋友较少，吼、哦，讲诶、欸，你来催我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催的时阵，互伊一个地址，伊顺伊的地址去，去到台北，顺伊的地址一个址去看讲，原来、啊、是一间教会。 啊，这啥物情形？我是惊毋对向、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伊着人个门口诶人咧接待，我啊，你要找啥物人？伊讲我要找一个，阮朋友叫做啥物名，啥物名？伊讲哦，有啦，哦，伊是住阮教诲宿舍，伊住楼顶。我讲千万你做礼拜，伊坐伫头前。哦，我带你去啊，谁讲、哦？没没没没没，啊，没没没没没，因为我我等你，我等你吼，伊、哦、只讲我这里最好一百，等你就好。伊讲做哩做哩最好一百，坐哩遐、那个时阵，迄日头一摆听好音，听到。 基督教，一日听咧伊讲，这个才是真诶神。你讲，你免他解释，这叫做上帝带领啊，这叫做上帝的感动啊。伊伫遐听咧啊吼，后人是听到听较拄久啦，但是人伊伫遐听，听一日心中非常的感动咧。人因兜做世行新闻看较济啊，伊讲，伊讲伊坐伫遐时阵，伊就知影讲，这个才是真神。较早我咧，我母阿咧拜迄种假，啊，迄种毋是真正诶。 这正白，这个真正是信，伊心中都足有感动，足清楚。对迄日开始，咧信耶稣，伊讲他无错，迄足奇妙的咧，迄信耶稣吼，迄上帝灵吼，伫我诶心中吼。迄我即马暗时等去困吼，等去阮兜嘛，啊阮兜迄心大嘛吼。我去阮兜困的时候喏，哦，迄边啊，也也过伫遐咧强强强强啊，阮母啊也过咧无用啦，吼、哦，迄正心明吼吼。哦 各路的即个神明安尼，吼，七七七七，七七七七，伊讲，啊，我拢不管，啊，我做我困，因为我知影讲，我诶心是真诶，吼，恁即个，咱叫做妖魔鬼怪吼，啊，恁咩乱做，汝去乱，我困过诶，伊讲，诶照你讲吼，咱会惊嘞吼，啊，讲袂嘞，迄上帝伫我诶心中吼，啊，毋是乱好困诶呢，吼。因迄吵吵闹闹，迄只正神拢甲我无关系，因为我只有拜一个正神。 我即个正神，赢过阮兜外口个正神，安尼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人即么伫美国，哦，在负责教会，我听到是足感动。我们遮奇妙诶代志会发生，啊，都、就是神是真诶啊！上帝是真诶，所以伊会做足侪奇妙诶工作啊！啊，讲无定，今仔日看这集老三讲告，我即么咧讲，顺凡正你心肝嘛测出来，测出来，测出来，凡正你嘛听着了句话讲，即、這个神才是真诶，讲无定。 一百个人咧听九十九个都无感觉，但是你咧听诶时阵你讲，哎哟，我咧听诶时阵那安尼，吼、哦、心跳加速安尼啦，若系安尼。我拄我咧讲诶迄个，讲去去到即、這个交三百箍去参加夏令营迄个吼，迄、喔那个讲我讲阿弟奶奶未讲，伊讲啊，你他即嘛、啊、是上帝捉伊喵多呢啊，哦、喔，因迄阵呢，我就讲我要来奉献互上帝，所以我迄阵决心安尼，我日后大学毕业了。 我去上班，佢再,再来我要来进修，我要读新学，我要来做牧师。所以，伊等间伊想要做牧师的时阵，伊要去读新学，哎有报名几个新学院啊！但是报名了，伊讲奇怪，我嗱心中拢无啥感动哦，因为你想做一个基督徒嗬、哦，上帝咱带路，所以你嘅心中足自然會有一个感动哦，因为上帝甲你带社会，哦，你嘅心中你会有感觉，讲应该是安怎安怎安怎。 若要做毋到大事的时候，迄内底甲你动，你知哦？内底甲你阻挡啊！啊，若做嘅代志吼，内底自然會有一个反应。伊讲，我想要去读神学，啊，我报名台湾只系神学院，报报咧，奇怪，拢无啥感觉咧。吼、哦、当然嘛，是讲一定下凭感觉啦。啊，但是总是继续祈祷。若真正上帝有特殊的锻炼，我应该是会知只到。迄阵呢，伊拄着因一个教会的辅导啦。迄、那个辅导迄阵伫美国咧读神学。 啊！美国咧读神学嗰时，阵伊就敲电话甲讲讲，诶诶、欸欸，我可能要去读神学啊。迄、那个辅导讲，啊，你办咧美国无？伊讲吓，去美国？我毋捌想咧。吼、哦，咱自细人拢伫台湾吼，我毋捌想过我会去美国。吼、哦。所以讲迄阵拢无咧想这個。但是伊就甲我讲，伊讲真奇妙咧。等你到电话敲断了吼，伊讲吼，迄、哦、心内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规身躯烧起来安尼，完全是内底安尼吼。哦 伊讲吼，那敢若亲像迄滚水咧滚安尼啦，吼、喔，呛呛滚，呛呛滚，心中伫咧滚，我毋知咧滚啥货咧。走去甲伊某讲，讲哎，正、欸、奇怪呢，拄啊，咱教会辅导吼，有请我去美国吼，吼、喔、我呢内底吼足无平静啦吼足 exciting 安尼啦，敢若讲，屌屌屌屌屌，上帝著是要坐我去啊。伊某讲，要哪有可能啦，啊，所以伊就是开始祈祷，讲兄弟，你呐，我有即个感动要去。 哦，你也甲我带领，伊著开始咧祈祷安尼，啊真奇妙啦、啊！祈祷了后，经过足济足济无可能吼，拢、喔、总变做可能，最后伊来美国。二十年、二十几年了后，伊即马讲，我即马才知影上帝想要带我来美国，吼、哦。因为著是互我来学习这讲大义诶教会。因为讲大义诶教会，上帝知影讲将来这大义诶教会渐渐会垂无牧师，所以上帝派我来遮。 就是要来学师姐啦。伊讲，因为我本来拢未晓讲大义啦，哦，有啦，生活上讲的会使啦。啊，若要讲道理，要讲圣经，迄无法度啦。啊，正奇妙咧！上帝我去读圣人医了，安排我去大义的教会咧学师。安尼经过二十几年，我才知影，讲上帝知影，讲慢慢慢慢，遮老的牧师渐渐拢走去啊。哦，啊，所以需要一个较少年的牧师伫遮咧学师因。 啊，即个是上帝给我的使命。无怪上帝当年也甲我带来美国，即叫做上帝的锻炼。哦，所以，亲爱朋友，信耶稣甲你拜其他神，足大也无共款。就是你心里所信，迄、那个上帝的灵，伊是真正带伫咱内底。但是带伫咱内底，毋是像庙里你常看到迄种气动仪啊，倒咧扑克机。哦，毋是安尼。上帝的灵伫咱内底的时阵，你就会有平安，你就会有喜乐。 当上帝领伫咱内底诶时阵更较要紧。咱今日在步讲诶，就是上帝会甲你带路。哦，不该行诶路，上帝甲你挡。当你讲毋知要行到一条诶时，阵，上帝會用各种奇妙诶方式，足自然引带你，哦，带你继续往前行。因为咱诶一生是上帝的负责，毋是咱家己的负责。所以像我咧讲，诶，讲有一个导游，你毋知要行到位，无要紧，伊在就好。 哦，你也要信任伊，你缀伊，哦，伊会甲你讲要带去缀食饭，带去缀困，带带去缀翕相，带去缀创啥，上帝会甲咱带领啦。所以，亲爱朋友吼，心甲你引带，神带你行一条上界好的路，这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哦。啊，你若听今仔日的分享，听了会感动吼、哦。我想你着爱甲上帝祈祷啊，上帝咧甲你叫啊啦，啊，上帝咧甲你喊啦，喊你爱来登去上帝的厝内。 无论你即嘛信什么宗教，若听见那个你节目听了，心中会感动诶人吼，你也家己藏伫心内，你也聊聊啊想，讲安怎会安尼。无非是真正基督教诶，即个神伫甲我叫安尼吼，啊那甲你叫你就爱甲愿咯，你讲我伫遮，你心中讲我伫遮吼，上帝你继续出来，错，望上帝祝福咱每一个朋友，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,谢。